37岁的王力宏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27日，在微博自曝正在与27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女博士李静蕾恋爱。随后，他又通过经纪人宣布，已经在美国时间27日与李静蕾登记结婚，成为正式夫妻。而27号也正是王力宏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可谓意义非凡。